现在要查询各类型活动资讯，经常选择打开脸书地方粉专，而新北市府的粉丝团“我的新北市”粉丝人数已经破百万，是全台最高人气的地方政府官方粉专。为了欢庆粉丝团满13岁，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特别邀请国家交响乐团在大都会公园举办了动物狂想曲野餐音乐会，和市民朋友们同乐。大草地上坐满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或是来约会的情侣档，一边野餐一边紧盯着台上国家交响乐团演出。乐团不仅带来经典动画宫崎骏《天空之城》的主题曲，更用丰富的音乐语言生动描绘动物的形象，跟孩子们近距离互动。国家级的管乐团演出周日在新北大都会公园，这场动物狂想曲野餐音乐会邀请长期培育小爱乐种子的国家交响乐团 NSO 现场演出经典乐曲《动物狂欢节》以及好几首亲子主题乐曲，为的就是要庆祝新北市政府脸书粉丝专页我的新北市创立满13周年，粉丝数更是破百万。新北的大小事都在我的新北市，我们的粉丝们已经达到101万。我的新北市是全台粉丝数最多的地方政府官方粉专。侯市长笑说，经营社群就像乐团指挥一样，因此为了庆祝粉专满13岁，特别邀请市民朋友们来观赏表演，共度午后时光。谢谢大家用演出我的新北市，彼此之间来互动。市府也将持续透过粉专宣传地方重要大型活动跟运动赛事以及生活资讯，努力推广新北市。记者新北综合报道。